OK， 谢谢你帮我熄个火，跟你借个证件。车子是谁的？车子是大姐的吗？好，后车那个后车灯坏掉了。哦，要修了。有没有带证件啊？啊，听不懂啊。你是台湾的吗？啊，身份证念一下。哎呦，小林。你是台湾人，身份证念一下啦。有小林。这是台湾人吗？对啊，这多野狼啦，跑多久了啦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证件拿出来啊。在家里。家里啊。家里啊，你是原住民了、啊？对啊。台湾人、啊。哪一组？哪一组？茂林。茂林。好啦，快点，就回家而已。你们是谁啦？就回家而已。你回家了 ，Go home。什么？阿顺，你们跑多久了？你们是逃逸的还是过期？跑掉的吗？跑掉了。来，你先出来。毛巾，毛巾，以前定新口。好了，来来来，等等等。背对我，背对我。建国，我能先过啊。来，手过来。建国已经快六八六。好啦，手过来啦。好，我知道。好好，不要，还说不认识。认识的。啊，还说不认识，来下来。光伟，来一样手。好了，坐着就好了，坐着就好了。来手。好了，回去就回家了啦，这个也没什么。没有钱哦。我上班。好了。一点多。好，走走，那边。好。都到里面。再过去。哎，你也问有看吗？好，大娘，我家己啊。